生命会走过，故事会留下。在这些故事里，让我们用最柔软的心灵探索生命的真理。欢迎收看《生命相对论》。如果把人的生命比拟作为植物的话，那么一定会有一些因素是让我们得以牢牢生长的依据。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对土地的眷恋，可能是来自于我们对父母亲血脉的认同。不过在台湾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不同的族群也就像不同的花朵一样在这个土地上绽放。但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您是属于少数的族群，那么在这个主流价值或者说主流的判断是由多数族群或者是强势的领导者决定的社会当中，你要怎么样为自己的少数价值而发声，为自己的文化而发声呢？今天很荣幸我们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他们的故事相当的精彩，就像是用生命谱出的乐章一样。让我们先看看这两位来宾的介绍。最早的一件往事是太平洋的风。你会知道有个名字叫做胡德夫，你会将他与民歌诗人等称号做连结，可是今天你会了解，这个称号只是他生命的一小部分。30多年来投入原住民运动的他，在2005年终于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一首激昂跌宕的歌曲。太平洋的风孙大川老师，一个卑南族的孩子，穿梭在汉学及原住民文学的领域里，用他的方式保存及开拓文化的生命。同时他也担任公职，为原住民权益而努力。在不同的族群文化及信仰中，孙老师有他独到的见解与思考。看完了刚刚的介绍，我们要在这边为大家欢迎今天来场的两位特别来宾。首先要大家为大家介绍的是胡德夫胡老师，胡老师您好。哎，金松你好。那另外一位是孙大川孙老师，孙老师您好。金松好，大家好。好，那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来我们的现场。那我想，两位的大名在台湾可能是很多人都知道，不管是在学术圈、在音乐圈，大家都很了解。不过可能不是那么多人知道，其实你们两位有一层很特别的关系。那我们是不是请那个孙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是同村子长大的啊、哦，而且在我们的上一辈，其实他们都是兄弟姐妹，所以我跟他有表兄弟的关系啊、哦。以前这层关系我们都知道，不过大哥很早就到台北来念书，然后很年轻就开始从事一些原住民的运动啊。那我是比他晚一些到台北来念书，所以我们其实在过去很少有机会相遇啊，但是都彼此知道。然后后来我们两个人都头发白了以后啊，就开始比较有机会，然后碰在一起谈到很多很多过去的往事啊。那我刚刚孙老师说我们在同一个部落长大，其实在那个部落我是陆陆续续会回去的，因为我爸爸是在外工作，他是调职到金峰太麻里这里头去工作。那所以对我来讲，那是我是一个很向往那个槟榔啊，下槟榔村那个老故乡。那么有机会带我回去的时候，爸爸我就会记住它的味道，比如说它那个槟榔开花的时候的槟榔花香，对，整个槟榔村。到因为我们那个几乎都种的槟榔树当篱笆，对，所以那个开花的时候那是香气很浓郁的。我们又是带花环的民族，所以我们自己又会花圃在来做我们的篱笆，对，所以那样的一个情景，我爸爸常常提醒我，卑南就是这样子美丽的，然后爱干净，那个村子很干净，对。而且我们胡大哥的爸爸后来因为娶的是排湾族的人，所以才会到排湾族的地区，所以其实胡大哥的排湾族的话可能比卑南族的话还要溜，这个所以后来他等于是在卑南跟排湾族之间
有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所以他的歌表现唱歌的方式也特别有我们两个不同族群的味道。嗯，是。那是不是刚刚也提到这个，向老师也讲，吴老师比较早就离开了部落，然后后来也是很早就去上台北念书。嗯，那在这样子念书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我们比方说文化上的冲击，或者突然发现说，哎，原来是有一些人跟我不太一样，或者是原来我是不太一样的，这样的想法？嗯，还好我去的学校是甚至是那种八十几年来一直都有原住民在里面读书的学校。嗯，丹江中学。对，丹江中学。所以那个他有一个传统，就是像原住民的学生在那个地方是很自然的，不受歧视或者是，对，很棒，不容易。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教会学校的一个特色。嗯，其实丹江中学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几乎因为它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它看待台湾很多的族群的看法，嗯，其实就跟很多的汉人不太一样。是不同的。因为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比较自卑或什么，我看大哥不会有，我也不会。其实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反而因为我们会多一种语言，其实我们连日语都不需要透过翻译都听得懂。嗯，然后我们也觉得我们的童年跟我们部落的生活其实比许许多多在都市的小孩子还要丰富啊。绝对。所以就很自然的对自己的处境或者是对民族的这个都有一些自信啊。对，有的人会认为是我们好像被动的反抗，是一种自卑的发泄。其实不完全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觉得这个文化跟这个民族在台湾是一个资产，嗯，是一个宝贝。我们这个东西不应当在我们这一辈的人手里边丢掉。嗯，所以也其实也是带着某一种自信的。刚在听到两位的分享，我在想说，那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时刻，或者是一个特殊的事件，让你们觉得说，哎，我想要为我的族群、为我的族人做一些什么，我想要捍卫这个文化。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触发的一个点，一个时间点？嗯，大哥可以先讲。我想，当然是有那样的一个触发的点，但是把这些点点点连起来的，应该就是我们生长过来这个过程。嗯，那么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来到都市，第一个当然就是乡愁了。嗯，乡愁，你会觉得看到的天空真的是和你看到的不一样，这个当中你就会去想说，我想要看看我自己同胞的样子。就那时候你就看到那个中华商场，我们去买鞋子的时候，知道说，哎，这地方是很多人来采购的地方。我曾经在那边见过那种排湾族的脸谱，在路上走路，然后过去问他，你是哪里人啊？所以我常常就周末会到中华商场，在那边等着。人群里面你比较认为是自己族类的人走过来，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他，就问他在做什么怎么样。从这个方面可以知道两个事情，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到中华商场来的意思，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自己的同胞离开他们的故乡跑到城市来，这是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信息。那这种情形，你年纪越大，你看到的这种数字越大，人口数越多往都市来，心里面会忧虑。这个时候开始关心他们。大家都知道原住民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所以以前我开始念书的时候，看整个中国史二十五史那么多，写的洋洋洒洒一堆哦，所以我那时候在想，哎，我自己的同胞在台湾几千年哦，好像找不到一个历史的轨迹。所以我有那个历史焦虑，我有那个失落历史的焦虑。而且后来这个渐渐长大，我们也看到整个台湾在谈它的主体性的时候，怎么谈还是谈一个四百年的，还是一个汉人的历史。那我这个焦虑很严重，就是从稍微懂事啊、哦，
然后所以在后来的成长过程当中，某一个角度来说，事实上是我在寻找我自己的历史感，简单的讲是这样。然后因为我们没有文字，所以我对那个字文字本身也有一种好奇。小学的时候刚收到书本哦，看到那个字会很兴奋哈。所以这些大概都是后来我会从事原住民的文学的创作的推广啊，然后尽可能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就我们所听到父母亲所留下来的历史记忆，能够找大家去把它找出来，尽量能够书写出来。我想刚刚我们听到两位从部落然后上台北，然后在很有幸的在学校当中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对自己的文化更有一些自信。不过在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有更其他更深入的详谈。我想许多人对于胡德夫胡老师的认识是从他是一个民歌手这样的身份开始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胡老师引吭高歌的画面。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以前出发的地方。1970年代，他曾是台北价码最高的钢琴酒吧歌手。1980年代，成立原住民族权力促进会，担任首任会长。此后，在一连串的原住民运动中，都可以看到胡德夫的身影。当年的乡愁成型为一股力量。当年在台北看到越来越多的同胞的处境，他挺身而出。我们也会听到胡德夫音乐里的力量是来自于自己这一生的投入，轻盈的音符，沉重的议题，在轻与重之间交织出一个不平凡的生命。胡老师，我们刚刚听到你的歌喉真的是非常的嘹亮。那在什么时候你开始就是用唱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经验，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应该酝酿的时候是比较早，应该是在淡江中学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想到，就是很严重的乡愁嘛，去集合起来6年的一些感受。但是真的下就是说想要写歌，是因为受到李长泽的影响。那自己以前在一个 coffee shop 唱歌，他们来听我唱歌，然后就说问我是不是那时候叫做山地人。那你既然是山地人，你有没有山地歌可以唱啊？自己的歌啊，那这个冲击我很大。那其实我把那种印象里面很不完整的，美丽的稻穗的那个，那样的一首残破不全的歌，在我脑海里就把它兜出来。唱的不完整，但是大家反正没有人听得懂嘛。但是大家觉得也很好听，也有歌的意思，所以那样的一个场面，大家起来给我鼓掌，那个场面是我没有想都没想到。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享受到那种写自己的过来的岁月跟孩提时候的东西是可以这样写在歌的时候，去了解的时候，我就会尝试到想要写眼睛看到的东西。对，所以一直到后来，就是说比如说为什么这种歌，为什么这种歌，就是说台湾这么繁荣那个时候，但是很像繁荣不到我们。那我们到底是
是被怎么样对待的一群，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是谁的这个土地上的时候，那么一直到人用他的生命去证实说他们就是被这样子边缘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是一些和他们挖的碳差不多黑的那种身体，因为你会发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为什么我们从故乡要出来，为什么就回不去了那个留在故乡的门，找不到那个门，这些东西是这样子眼睛看到的感受到就写出来。所以我想刚像胡老师念听到在那个当时海山煤矿的灾难事件，您也在现场，然后协助把很多就是同胞在里面不幸丧生的把他们带出来，那这个事情给你很多的冲击，让你写了一些歌。那我想之前那个孙老师也提到，本来原住民其实好像是没有文字的，是，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用歌曲的传唱方式把一代一代的经验传承下来，所以是不是胡老师这样的做法好像又是像是一个原住民的历史学家一样？对，我们以前的老人家没有文字，但是我们历史传承没有断过，那奥秘就是在我们很爱唱歌很爱跳舞，其实我们是用歌跟舞用身体跟声音去记录我们的记忆的，这个在一个习惯用文字的民族里边是不会了解的，那我们现在会断裂是因为我们原来的传统的风俗习惯记忆跟我们的乐舞语言在断裂，我们的老人家们每一次要谈一件事情啊，他用古调然后就是即兴的填词，那个填词的过程里面它既是音乐也是文学也是历史，因为它唱出来以后我听我妈妈这样唱，后来我学这个歌的时候它的记忆就进到我的记忆里面，然后可能我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记忆，所以我也开始填词，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过去的歌舞乐这个文学记忆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很美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你后来你会发觉到全部落的人都是文学家，文学不是某一些人的职业，是我们只要开始说话要开始唱歌我们就要学会填词，我们也都是音乐家，因为我们就是爱唱歌，唱歌因为唱歌可以让我们整个的民族记忆能够延续，所以我想那个胡大哥在提到他年轻酝酿那个乡愁，然后是用音乐来去记录这个乡愁，然后之后他在碰到的这些事情也用音乐去记录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我在读一本书，在记忆一个他走过的记忆一样啊。那这种传统哦，即使是现在我们很多的同胞已经学会了用汉字来书写哦，开始拿起笔来写东西哦，我还是觉得我们的作家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永远要记得我们的文学跟音乐跟舞蹈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在音乐里面看不到历史的记忆，或者是在文字里面听不到美丽的声音，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伤害，也都是一种失落，所以有的时候很喜欢听胡大哥唱歌，因为你在听他唱歌上面你如果知道那个故事你更知道啊，那个是我们的共同的记忆，比如说他唱的最早期，他虽然说他唱的不全，可是影响最大的美丽的稻穗，他其实是我们卑南族的耆老陆森堡先生日据时代的老人家所写的，写什么呢？内容是写给823炮战的时候我们的子弟在前线打仗了，所以唱那个歌会让我们想到我们哥哥他们那一辈到前方打仗的经验，然后他后来传唱到他这里的时候他也加了一些新的记忆元素，所以我们就会想到民国70年代初期台湾原住民的知识分子开始在问我是谁，也在开始问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的这些记忆，我想这样的奥秘就是那个乐舞的奥秘哦，我想我们应该还是要很努力的去把它传承下去，对。
真的是让人听到觉得身体都在感动的颤抖，就好像一首歌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然后是一代一代传承，然后一代一代有更新的东西也放进去，然后好像整个部族的文化历史就在这样的一首首歌一支支舞蹈传承下来。这个也是现在我一直觉得我们习惯用文字的民族已经失落很久的能力，没错，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唱歌好像是休闲娱乐的事，我每次都讲说这好像是天真活泼又懒惰的事啊。可是事实上音乐的内涵，从我们的祭典，我们的祭典都是要用乐舞来表现的，一直到我们的记忆，我们的休闲，我们的感情，我们的通通都是用乐舞。我觉得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失去乐教精神的地方，如果我们原住民的这些找回来哈，你会发觉到原来音乐是那么神圣的东西。真的。好，我们在这边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有更深入的访谈。